消极迎战2023，正式开始。欢迎我们宇宙最用心的 CEO Danny， 看看你的周围。在他们当中里面有白纸的，有从别的公司转战而来的，他们都是在 MBG 第一次完成 MDRT。 我对待你们的梦想版是认真的，我也希望你们对待你们自己的梦想是认真的。邀请我们的 Danny Quire。 成功不是靠自己，成功是靠别人。这个贵人不是那么简单，整个环境不少个人在帮助你。我能站在这边，也是要你们给我机会的。欢迎 Malaysia Bomb Recorder COO Mr. Christopher Wong. Make a name for yourself in 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, and to bring NPG to the next level.这两个奖项是我们每一个的付出，对 MPG 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。嘉庆陈厚义，首先恭喜 MPG 又打破纪录了，全马来西亚最强、最棒的寿险公司就在这里。现在这个年代，我们叫做人人都可以做明星的年代，最好的时代，让大家成为社交媒体的一个头号人物。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创办人罗文博。很多的失败都是自己给自己去失败，而不是别人带到你失败的。各位，今天你们拼，我跟着拼；你们在学习，我跟着在学习。我教人家改变，我一样在改变。当我们说我们要怎样，我们的目标怎样，我们要快乐怎样的时候，你不愿意做，那你凭什么？你可以拿到不一样的成果吗？ The way you commit, the motive at the back， 那个才是重要。讲在 MBG 啦，我亲眼看，我在这九年了，龙门帮是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勤劳，这里每一个哦，肯定是龙门都躲过你的，真的，龙门帮是我不认真的。蒋老师在 MPG 哦，真的很多无私分享的领袖也好，或者 Captain 也好，这个是我真的非常感激哦。其中就是因为有大家的扶持，互相影响，才有今天的一个 result。2022年的 MDRT Achievers。破纪录的在马来西亚 Malaysia Bomb Recorder 是我们喊70个 million 也是我们喊。我想讲一个东西，喊的不是喊爽，是要做到的。你们能愿意陪我一起去破纪录吗？